看吧，很不好意思啊，这是粉丝朋友非要寄给妈妈的那个凤梨酥，不好意思啊，我已经偷吃一个了。啊，这个凤梨酥哈，粉丝朋友粉丝妹妹跟我说的，她说是她朋友做的，很不简单哦，可以做出来，他们太强了吧？对啊，来，我们来吃一下。对对对，这么多，真不好意思啊。但是我跟你们揭秘一下，我已经偷吃一个了，很好吃。因为哈，我觉得确实是适合你们老人家哈。因为我试吃的是这一个，迫不及待就偷吃一颗。然后它主要是它是松软，哎，松软很适合你们老人家。妈来吃吧，凤梨酥人到了哈。我们却不是这种。哎，你各种品牌你都尝一下嘛。嗯，不一定名牌它就是最好吃的，名牌当然有名牌的好处，但是哈，我当时我吃这个时候我就非常的惊讶哦，真的哦。从那个表面，做得好，样子是做得好，就是就不要味道，啥味道呢？味道相当好，不用说了。可以哦。好吃哈。好吃。味道相当好。我很想吃啊，我肚子饿了。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每一颗都一样哈。哎，不一样。每一个不一样。我那天吃的是，我吃的是蛋黄，里面有一颗蛋黄。哎、我偷吃那一个。对啊，凤梨酥嘛，它里面叫包凤梨啊。是啊。哦，你是包的才是酥。我有外向的，我不晓得有心情呢。我也迫不及待，我尝一下这个，尝一下。我尝，我还可以，好吃。外皮还是很酥很香，烤得很香。实话实说哈，我又不是打广告，就是我想说粉丝朋友送给我爸妈，我还是拍一个开箱的。谢谢粉丝朋友。也香。我们女粉丝还不少，这个妹妹又高又瘦，哎呀，亲自送到那个火车站来。我真的很不好意思啊。那身体好，我看了我她都非常性感。妈，这是你猜的哈。不要耍。哎，我发现哈，我以为一盒全部都一样，它这一盒当中每一颗是不一样的嘛。来，我们来吃这个。哎，就是这个，好吃。这个，来，哎，还是要用刀切呀、太粗鲁了。等一下，哎，还是优雅一点嘛，真的是太粗鲁了。你这样切的话，你就每一样都吃得到啊。它里面的馅不一样。蛋黄酥。哎，蛋黄，你吃吃看嘛，它是咸的。比较松啊。吃凤梨酥的，是这样吃的，一只手这样子，然后掉满地。入口即化。还不知道是怎么做出来的哈，它能够做到这么松软。他们台湾这个地方的话是百家争鸣的那种。我喜欢吃这蛋黄的。好香哦，简直是。你这是不一样。包装，这个是粉色的。这个是黄色的，我觉得它应该哈，还是挺细心的。我看看这个，这是刚刚拆的吗？这个，你看刚一样拆一个，应该是粉色的是蛋黄，绿色的应该是那个凤梨，还挺讲究的，它这个应该是两种口味的，因为我哈，我发现哈，它就是包装不一样的地方。来，好吃就好吃，不好吃就不好吃，实话实说。当下我们回大陆的时候可能要买一些微热山丘嘛哈。他当时人家就会讲说，哎，微热山丘比较出名，也许有些人他就爱吃有牌子的。当下我在想哈，其实在台湾其实很多人哈，他们私人做的也是做的相当漂亮，那这个也很精致哈。哎，打开看一下。我最喜欢看箱子。包装也很漂亮。哎，木头的。哎，怎么开？黑印的。这个。这个是牛轧饼。其实我都不知道他送了什么牛轧饼，牛轧饼非常出名。来，台湾人他们有那种探索精神，你知道吗？这个应该就是台湾最出名的牛轧饼，好吃，包里面这个也香。但是说实话，台湾的零食啊，这些饼啊，真的做得好。它是两种，这牛轧饼内馅不一样。但是就这个的也很好吃。我这个妹子来说，她相当于人家，实际上我们跟他们之间来说，实际上也是陌生人，
他们就是看我们的视频，他希望看我们的视频。不是，我来讲一讲我的真实感受。我说实话，有时候在留言区也常常看到有很多朋友说要请我爸妈吃饭啊，要请我爸妈这样，要请我爸妈，都是说想要送东西给寄东西给他们。其实我们内心是非常感动、非常暖心的，但是有时候也会考虑到不太好意思啦。说实话，我们也不太好意思去接受别人的礼物。但是这一次的话，真的也是超级感动。然后，人家要亲，人家觉得说你留地址不方便，你或者是留电话不方便，留怎么不？人家说我亲自送到，就是说太细心了，都大概看长期看我们的影片，人家就大概知道你住在什么地方，知道吗？人家觉得你不方便，人家我亲自给你送过去，就是想要爸爸妈妈感受一下，就是他们觉得最好的东西要给你们一起分享，知道吗？还有就是。那天我们见面的时候，我就聊到妈妈脖子不是痛吗，人家就立刻马上从第二天迫不及待的就寄东西给我了，你看就寄给妈妈已经带好了，还有这个日本的这个什么贴纸啊贴的，他说可以缓解，因为他们这妹妹肯定也不简单哦，我跟你说，因为他说他是做外贸的，长期都在日本啊，到时候就是跑来跑去，说穿了也许人家也是个大人物，当然我们也不愿意去探索别人的隐私或者探索别人的工作，但是从我的感觉来说应该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女生，知道吗？我觉得这么优秀的女生能够看得起我们，能够跟我们这样子交朋友，这样子对我们这样子一个关心和关爱，我内心我是非常感动的。当下我们见了面之后，我们去咖啡厅简单聊了一下，然后我不是就回来嘛，回来之后我大陆那边的妹妹，因为我那天我正好跟她讲我要去跟粉丝见面，粉丝要送东西给妹妹的事情，然后我当下其实我内心是非常激动的，我就用那个语音呢，我就告诉她，我说真的台湾人太热情了，然后我聊了很多，她说真的可以做到这样，我说真的，而且不求回报，你送她什么她都不要不要不要，她就觉得说你不用那么大的心理负担，你不用想那么多，我就单纯的就是想要说就是对他们的一种热情与关爱，其实他们也是很想让你们感受台湾人对你们的真正的喜爱，真正的热情。对，我就是个一般普普通通的人，非常普通，不好意思哈，我们这么热情我们都不好意思这话，人家啥子给我们寄件，他们这个给我们拿着来还没吃还没上，不是嘛，对我们太热情哈，我们这多不好意思，真的，我们走到台湾了，这么多人欢迎我们，这么多人尊敬我们，我们都觉得家里面心里就很快乐哈，快乐。我们不容易，是个普通人，你看台湾的这个叫粉丝的话，对我们太热情了，对我们太好了，我可以这样说，我这次在这儿采访受到了很多人的尊重，我就好像都像一只受宠若惊一样，跟我以前的这种处境来说有很大的这个反差，我以前做的时候我们成分又不好，像我们是记者成分又不好，受尽欺凌，我到这里我来受到众多人的尊重，这就充分证明来说这个采访这个地方是个非常一个民主的地方，从来来说就没说把一般的啥子或者穷点的人啊看低，而且他们是觉得的话，不管你是穷人也好富人也好，他们都是同等的对待。我问你嘛，以前哈我还没有来台湾的时候，我同学就会说台湾哈，意思就是说哈，很多人哈来到台湾还是受到歧视，比方说拿身份证好多年啊，会这么这么样那些哈，但是我说老实话，可能是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我来了过后我真的没有感受过歧视，我觉得歧视应该是歧视的反义词才好，不光是平等对待，而是尊重尊敬的一种对待，热情付出感情付出真心的一种对待，而不光是这些，我经历了太多的工作生活在外面跑，经历太多的办事，不管公务员还是怎么样，还是现在的不认识的书面朋友，我所感到的并不是歧视，而是歧视的反义词，是更多的尊重。真的，我感觉的我在这边活的才像个人，对不对？那你是啥感觉？像我爸这种情况的话，他感觉就更明显了。就是。因为哈，他从一个
被欺凌被打压的一个社会这样走过来，一辈子都很苦，知道吗？人抬不起头来，一辈子抬不起头来，一辈子被人嘲笑，一辈子被人打压，一辈子被人瞧不起。他来到这个地方过，而且来到的是台湾，是一个贵宝地，从我们心中的是觉得台湾是一个宝地，是一个宝岛。来到这里之后，不但没有受到歧视，而受到的待遇截然相反。嗯，就是我们不是说今天是我们啊吃一点凤梨酥或是怎么样哈、啊，这凤梨酥，当然说我们拿钱哪里都买得到，但是我们今天吃的不是凤梨酥，嗯，吃到的是一片热心，滚烫的热心。我今天啊，我不是说我要表达一样什么，要说个什么哈，我只是想表达我真实的感受。现在又拉回到我跟他见面的时刻嘛哈，当下哈，因为在网络上，他知道我的难处。没有留地址啊，或者是留电话啊，留这些资料，人家就亲自送过来，我们只约了时间。可能有心的朋友可能都已经看到了，像这样的话我真的完全是没有办法拒绝的。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朋友留言说要请我爸妈吃饭送东西啊，我都其实都有点我都拒绝了，因为我真的是不太好意思接受太多的东西。台湾人的爱简直真的是轰炸到我们了，太多了。但是人家已经做到这样子了，我真的要一定要去赴约，一定要去接受人家这满满的爱心。好，我们就见面。见面的时候，我就骑着摩托车去的。然后见面之后，然后我们就找个咖啡店，我们就聊天。聊天哈，其实表面上我们是在聊天，表面上我们是在就是正常的这样子聊天聊天，大家诉说的一些事情哈。但是你是会从内心的第三个大脑，你会去感应和感知，为什么差别这么大？你就会对比，你就会比较。你就会这种感觉哈，只有可能只有我们大陆人心里面才清楚。所以说我就内心就很多感触，就是说你就会去比较，他们没有算计，没有戒备心，就是说我跟他们之间哈也没有戒备心的。所以说我大陆的朋友就会说，哎天哪，跟粉丝见面，跟那个网友见面，好像是觉得有点恐怖，是有点不放心。他们就啊不怕割腰子嘛，就是他们就会这样子开玩笑。其实他们这种担心，他们这种担忧也是属于正常的。因为为什么？毕竟网络是虚拟的，在我们那边哈，网络虚拟的，一般的人是不会在网络上或者是私下去跟人家见面的。但是我说实话，我在台湾我没有这些顾虑，我除了不好意思去接纳，就是说别人对我们的好，不太好意思嘛，但是我从来没有去担心过，我今天去被骗到哪里，被卖什么割腰子这些，我没有这些担忧。从我内心我就完全没有任何的这种担忧，就我就骑着车子就去了。其实我跟粉丝见面还不是说一次两次嘛，其实还是有很多次，有些真的是太热情了，你都没有办法，还是要去赴约嘛。从来没有这些担忧，就这么奇妙。他就是台湾人跟台湾这个地方，他给你一个足够的安全感。这是我内心的感受。对，还有就是当下我回来之后，其实我内心是百感交集的，知道吗？所以说我就正好跟我朋友在聊天，跟我大陆那边的亲戚啊这些在聊天。本来我们是在聊天嘛，聊着聊着我说我要去跟粉丝见面，是这样的。然后回来之后我就太多的感触，啪啪啪啪啪打了一些，我就说我都忘记我聊了什么了，待会儿截图给你们看。然后今天呢，然后我跟我爸妈，我们就是这样吃早餐，分享一下就是台湾粉丝的爱，分享一下台湾粉丝给我们的这些零食嘛，美食嘛。我们就然后我爸跟我妈有太多的感触，因为我妈她的感触也比较深了。你还有一个好，还有一个，我爸要说，等他先说。这个大陆要比这个台湾的话大陆很多倍。咱们改革开放之前的话，我在大陆想出来说。如果打个这个中国，好像不得我的用身之地一样。我到台湾这地方来，我觉得的话，这个好像心胸都宽大些了。感觉是一个大家庭，被大家庭的爱热情所包围。今天我来讲，这边叫你瞧不起你，在我们那个圈子里，不得一个瞧得起我们的人。这边都喜欢我，都瞧得起我，我都一直受宠若惊了。来讲，我能够这么大的反差呢？因为哈，我是他们的子女嘛，我最了解他们的心情。我爸在大陆的生活就是，其实一辈子可能都是处于一个应该都已是自我放弃了，跟社会脱节，跟社会格格不入，就是人找不到自身的价值。
活着的意义，自身的价值。因为人活着不光是吃饭，还有就是要得到别人的尊重认可。说当你处于一个这种环境的时候，他们的内心去面对很多的问题的时候，其实内心是痛苦的。我们除了要向人家低头以外，我们不得，只要人家不说我们不对，我们都是埋头做的，从来没有得到过尊重，也从来没有得到过认可。来到这里之后，你看几十年，那些人都还丢不掉，想还想说你，还想来。我不想回去，我回都不想回去。这个你不想回去，我也能够理解。然后他们来到这边之后，他们就反差就太大了。因为从第一天到台湾之后，我所感受的每一分每一秒，当然在工作的时候我们还是有摩擦了。哎，不管台湾人、越南人或怎么样，多多少少也会因为工作有摩擦，这个没有关系。我是想说的，不管我走到哪里，不管公交机关办事也好，银行办事也好，医院也好，怎么样也好，其实他们是知道我们是大陆人的。没有任何的歧视。我说的不是说单纯对我们大陆人或者是有什么特殊对待，不是这样，是他们对所有的人都很包容，都很热情。你知道吗？上次我看到一则留言，我们因为我来台湾之后我才懂得什么他们爱说外劳外劳，后来我才看到他们留言跟我说不要讲人家外劳，知道吗？不礼貌，要说移工啊。我就说你看他们光是这个称呼他们都要表达一种尊重， 你可以想想他们的内心有多么柔软，多么善良。就是外劳其实我们觉得还好了，但是他们觉得说你以后要改口改成移工，外籍移工，他们移到这边来工作而已。有时候我都内心好感慨万千，有时候口才不好。像我妈也是啊，你看那天那个粉丝妹妹她送那个凤梨酥过来的时候，就讲到说我跟妈妈最近也是在自费嘛，自费扎针啊，电疗啦，怎么样嘛。因为我大舅那边，我妈妈的亲戚那边希望我妈妈在这边哈，尽量的在这边治疗，他们对这边医疗也是比较信任的。所以说我们在回去之前呢，就让我妈就是多做一些理疗嘛。人家听说我妈的脖子痛，第二天迫不及待啊，天哪，以最快的速度就给我妈寄来了贴的，还有这个人家也是花钱买的啊。我说我要补给她钱，要不然我会很不好意思啊。那这坚决不要，我的天哪，那个还有一盒刚刚还在这里，就是那种哈小小的贴片呢，他说洗澡都可以哦，可以贴七天。他是日本带回来的，我就觉得人家那么远买过来，这么珍贵哈，给我妈贴，人家买来肯定自己也需要嘛。他说没关系，他说只是说我拆过了，他说你不嫌弃，我说怎么可能会嫌弃，那拆过了也没关系啊，是不是？然后就给我妈寄过来了，昨天晚上我就跟我妈已经带上了。我今天问他有没有缓解一点，我妈说因为最近也在针灸嘛，她说这两天有缓解一些了。真是的，我觉得我妈昨天讲一句话，她说比有些亲生子女还好，想到我们那边有些不太孝顺老人啊或怎么样啊，想到这样你素不相识，人家你又不是人家的母亲，你又不是人家的亲戚，人家还这样关心你们。我妈昨天也是超级感动，洗完澡就帮她贴起来了。我妈一直说你要感谢人家，我说好了，我说。那人家出了这一次噶，他还对我们太好，好赞扬。我们那边哪个尊敬你嘛？你自己子女对你好，这就不错了。你还问其他人？我有时候他们说我在我们那边算是比较孝顺的，但是我都觉得有时候我也有脾气不好的时候，我也会发牢骚，我也会没有做到那么好，没有像我跟他那个粉丝妹妹那个交谈哈，我就觉得他们的那种气息中透露的是一种那种大度，那种包容的那种程度哈。我觉得我真的是自愧不如啊。你不知道我就跟他有谈到一些比方说一些事情啊或怎么样哈，你就感觉他们看待问题不一样，更包容。就是说所以说台湾这个大环境可以改变一个人。就那天我就我是怎么说的，我说真的一个大环境跟一个人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像他那天哈，我们之间相处之后我回来，我其实内心是百感交集的，我内心也在思考。我觉得如果说像我们哈，如果说我前半生是一个比较恶人比较不太好的人，那么你在台湾之后你常常遇到这么温暖的人，他跟你一个交流，他跟你一个互动，
他给你一些正能量，传达给你一些正能量之后，你会改变。我觉得，所以说我就认为哈，人可以改变一个人，甚至可以改变世界。人都改变了，可以就可以改变世界。对啊，这个还有跟台湾的文化有点关系。我不是夸张啊，我说的是实话，我也说的是我当下真实的感受。我回来之后，其实我也陷入沉思。就像我们那边，嗯，你这个文化跟台湾的文化呢，还是有很大的差异。他们吃完了，他们都信佛教，嗯，信佛教，信道教，哦，对，哦，信宗教，嗯，我以前我都不好信，都不好相信这些。我人在台湾不好，我就相信这些。人家这边人为啥变不好？为啥对人家没热情？为啥能够包容？这就跟宗教信仰呢有直接关系。不像我们那边人，他们不得信仰，不得信仰，就好像不得灵魂一样。我们以前也是有那种感觉，好像叫不得灵魂一样。他不得信仰的人，他们表现在哪一地方哈？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不择手段。哦，我就觉得太糟了，他不择手段。他们失去了道德底线。哦，那种人他处事来说。比较偏见，像那种人，他尽说自己的，你看都不是尽他自己的，尽他自己最伟大。对，有些就是失去了道德的底线。我不希望这种人已经忘记了自己的初心。其实经济的进步哈，会慢慢的，因为现在科技也发达了，慢慢进步。但是有些文化的进步，有些人文的进步，真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嗯，你不觉得吗？今天早上我刷抖音，又刷到一个假牛奶。勾兑的啊，我觉得好失望哦，真的，我觉得好失望啊，真的。在这边至少说食品安全，我是信任的，人心它不是坏的。这个食品安全呢，我们那边来说，虽然说竞争热烈后，抓食品安全，食品安全，但是食品差异就不安全。我都还转角不见得遇到爱，但一定会遇到桂香手作哦，我了解了，桂香手作可能是。他自己的一个品牌吧，谢谢了，谢谢了。经典蛋黄酥，经典绿豆冻吗？法式坚果塔，手工土凤梨酥，手工油炸饼。哦，我们今天就是吃这么多，难道？谢谢了呀，真不好意思啊，啊，太多感触了，粉丝满满的，哎呀，不过真的好吃。今天我们没有吃早餐，可以多吃一点。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呀？多不好意思，肯定。是，很多人留言就是说要，要招待我们，我们的时候就是都不敢接受。这蛋黄还是不敏感，这个我不知道，它是各种的饼嘛，你就品尝一下嘛。我有就是不敏感，我自己来。这个的话，它切起来，里面有蛋黄，然后有一些，你要尝一下嘛，来。不是露不哦豆沙，对对对，红豆沙。哦，那超好吃。嗯，可以。很好。这个还是好吃。嗯，这个也好吃。花开富贵，吉祥如意。台湾这个地方会好吃的很多，很多好吃的东西。而且他们，我随口我都背不完。他们有时候哈，你只有来到台湾这个地方，你待一段时间，你深度的旅行，你才会真正的了解台湾。他们也是会感受到一种热情，但是你更深入了解之后，你就变成了感动，更感动。更感恩，你知道吗？就让你需要去做，就促使你要去，哎，我要为他们做点什么，我是不是要为这个社会贡献点什么？他那种正能量哈，他就一直灌输给你。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哈，像我有机会，我也很想要去关爱老人。当然关爱动物是一定的嘛，我也会去买那个饲料啊这些去送嘛，也是这样。今天蛮多感慨的。还是要感谢这位粉丝朋友啊，给予我们满满的关怀，谢谢满满的爱，然后满满的感动啊！你们这种的行动哈、啊，会感染一个来自我们大陆的这样的人，也会从我们像我爸妈这种从一个那种贫穷被一个瞧不起的时代这样走过来的人，给予他们在最就是老年的生活在台湾这一段，给予他们更多的那种暖心。我就是要把这种善良的文化，带到我们大陆去，去感染更多的人。哦，去感染更多的人。真的，我也是这样想的。我妈昨天打电话，常在那边打电话，打了有没有四个小时？有。讲的是什么？我不说了，全部都是讲台湾的好。
这问不是就夸他吗？不是夸了，他就是控制不了，他就是想要表达，不是刻意的，我也没有录啊。其实我妈其实常常她都打电话说台湾好。你看我们讲的时候，她就是想要去感染更多人，她是告诉人家我遇到了什么，我今天又遇到什么，然后人家是怎么对待我们，对待动物怎么怎么样。你遇到的仅仅是好事。因为我在忙，我在剪视频，我耳朵哈常常它飘过来有一些，全部我说我的妈呀，我的老妈呀，你讲台湾讲了两三年了，你还没讲，每天打电话都在讲这些。所以我爸说他要把这边的文化带到我们那边去感染更多的人，我就说我妈已经在做这个事情了。感谢台湾粉丝对我们的厚爱，谢谢。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最后感谢友善台湾人，感谢友善台湾的粉丝朋友们对我们的支持，对我们的鼓励，还有我们的视频能走到现在的话，也不光是我们的努力啊，当然我们是一步一个脚印这样走出来，然后也是在外面也会遇到，比方天气炎热或怎么样哈，但是没有大家的大力支持，我们也不可能走到今天。我也没有那个条件哈，就是说一边工作一边赚钱，一边带父母去享受这样的生活，这是上天对我的眷顾。其实我常常我也觉得挺感恩的，为什么哈？我因为在我小的时候，我曾经有一个想法，要是有这样一个工作，能够带父母玩，又可以孝顺他们，又可以享受天伦之乐，然后还可以赚钱，我真的这个愿望真的就实现了。我就觉得我来到台湾之后，真的上天一直在眷顾我，一直在眷顾我，真的就是做到了。今天我就是带着他们玩，带着他们吃喝玩乐游，然后也把自己的这种孝顺父母也变成了工作，我真的啊。台湾这个地方哈，太神奇了，它可以让你达到这样的愿望，你不觉得很神奇吗？因为他们年纪大了，知道吗？一边孝顺父母，一边工作，一边这样，而且结交了那么多的朋友，让我认识，让我成长，让我感受。谢谢张生那个粉丝妹妹，你这么远千里迢迢的把这个母。不是千里迢迢，是新竹哦，新竹的，新竹。怎么了？人家送过来，然后自己再搭火车送过来，我感觉还很好吃，我家吃了很多。谢谢。哎，我还要讲两句，我还没讲完，因为在最后的时候，我想说，大家分开了嘛，我很想就是目送他离开，送他到火车站，我怕他孤单。然后他不要，他说他要看着我安全的离开，他说他才放心。当下我就觉得，你们为什么连让我付出这么多这么一点点，为什么都不愿意？你们还是上尝试让我成长一点好吗？好吧，后来我真的是耐不住，架不住他的热情了。那好吧，我就戴上安全帽，然后我就骑车离开了，然后他自己再默默的坐车回去。啊，好了，不说了，说不完哈。其实我们在台湾的点点滴滴和很多的经历，很多的感触，真的是三天三夜都讲不完。是吧？好了。太热情了，对我们太好了。那如果像你这些话，你拿我们那边一说的话，人家一百个人担不起，99个人都不相信。哎呀，不相信就不相信嘛。因为他们拿他们的那个，他们拿他们那个德行来衡量别人。他们觉得说，哎呀，人家对你好，总是有目的啊，他们会这样想啊。那你没有目的，人家台湾都很善良，别人都好。好了，我爸妈的感慨永远说不完，我给他们挂了。还是给你们看一下煤球吧，煤球就爱上了这个袋子。煤球，来，好了，跟煤球玩一下喽。好吧，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